大家好，欢迎回来我的频道。今天这期视频呢是在户外录制的，我们带小 baby 来 Stanford 校园里面玩，然后我们在这边找了一个桌子在这边办公，我呢就顺便录一下视频。而今天这期视频的主题呢是想和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家宝宝从12个月到18个月玩的一些蒙氏的活动。那大家都知道蒙氏活动有很多的类别，比如说有手眼协调类的，调动感官类的，音乐语言类的等等。那今天这个视频我们主要是来关注日常生活类的，那这个类别和其他类别相比呢是不需要准备很复杂的教具的，最需要预备的呢是我们家长的耐心、信心和爱心。那如果你是第一次来到我的频道的话，我是 Melody 的一个新手妈妈，家里有17个月大的宝宝。我会每周用这个频道更新有关育儿、美国加州湾区生活、购物测评、旅游攻略等等一系列的视频，记得关注我。哦，自己会用水杯喝水啦。你还用水呢，还可以再喝一口，喝完我帮你倒。倒高一点，高一点。对了，哎呀，真好喝。没了啊，我去帮你倒，给我吧，我帮你再倒点。擦一擦，你来擦擦桌子。擦一擦。累了，歇一会儿吧。擦擦桌子。你擦桌子，这边擦，我这边好湿哦。把扔到垃圾桶里面去。站起来。你让我帮你啊，那爸爸扶你一下。站起来，来扶。对了，没关系，刚才没扔进去，我们再试一次就可以了。来扶。真棒，好样的。哎呦，比奶奶动作都专业。哎呦，还放回原处。哎呦，奶奶在哪拿的就不知道放哪去。谢谢你。谢谢。这边，再加把劲儿，好的，吸一口吧。帮我把这个皮扔掉好不好？去把皮扔到垃圾桶里去。
个蛋清，奖励你。来来，咖啡胶囊，把它放到咖啡机里。把毛毛头吸干净了，把毛毛头吸干净了，依兰。慢点，慢点，慢点！哦，打开，打开！哦，不要，不要，不要！但是妈妈帮你看一下，妈妈不刷了，拿着这个好不好？拿着这个，啊，喝口水，喝口水，喝口水！不要喝水啊！